准备好了，我们刚刚呢已经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了顺序哦。第一组呢就是我们的这荣华还有我们的爱娟，准备好了，现在计时开始，请说出台湾最大的城市。台北。台北。台北答对。南投位于台湾的哪一个部分？北部。北部答错，是中部。台北的台湾民主纪念馆之前是称为什么？中正纪念馆。中正纪念。pass。OK， 中正纪念堂。台湾所谓的柳丁指的是橘子还是苹果？橘子。橘子答对。请说出台北故宫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。跳。跳。OK， 待会告诉你答案。台湾土产铁蛋源自台湾的哪一个地方？台湾跳。台北。泰雅族和伊班族哪一个是台湾的原住民？泰雅族。泰雅族答对。好，时间到了，现在跟你们说一说答案。 OK 啊，台北故宫博物馆哦，三大镇馆之宝之一，毛公鼎、东坡肉、杏石还有翠玉白菜，可能有听过了，可是要记就比较难了。 OK， 好，第一组答对了三题，三十分。好，下来，哎，第二组看起来你们应该是哎挺 OK 的，是常到台湾去玩的朋友吗？去了两次。哦，去了两次，所以挺熟的吗？不是很熟哎。不过看你们这新潮的打扮，好像是挺潮女的嘛。啊，潮女，不是台美啊。你说出了我心里话。OK， 没有啦，开玩笑。马上开始我们四十五秒的这问答。OK， 计时开始。台湾最高的建筑物是？台北101。花莲位于台湾的哪一个部分？南部。答错，是东部。台北和新加坡的时差是多少个小时？没有时差。答对。台湾所谓的文旦指的是柚子还是芒果？文旦，柚子还是芒果？柚子。柚子答对。请说出台湾周边三个国家之一。日本。日本答对。另外还有中国跟菲律宾。被称为台北的元素的著名购物区叫什么？台北元素。台北元素。被称为台北的元素那个地方，购物区，那个购物区很多人去购物的。西门町。答对。丰年祭和腊八节哪一个是台湾原住民的节日？腊八。腊八答错，是丰年祭。好，看一看你们的分数，不错，可以喘一口气了，五十分。好厉害哦。一人组有压力吗？不会啊，我们来玩的。我有 Ponsa， 我怕什么？我有翠峰，我也不怕啊。来嘛，限时四十五秒，现在计时开始。台北市内最大的夜市叫做士林夜市。恭喜答对。屏东位于台湾的哪个部分？东部。错，南部。南部。台湾所通行的法定货币正确叫法是 New Taiwan Dollars。 新台币。新台币答对。 OK， 台湾所谓的莲雾指的是莲藕还是水瓮？水旺。答对。请说出台湾的其中一个国际机场。哦，中正机。桃园。桃园。 OK， 桃园、高雄还有台中。 OK， 电影卧虎藏龙的台湾著名导演是谁？李安。阿美族和阿坎族哪一个不是台湾原住民？阿潘。 OK， 被称为掌中戏的台湾传统表演艺术是什么？扯铃。乱讲的啦，不扯铃，布袋戏。 OK，好，你们很嗨很赶，然后我也很压力啊。怎么样啊？ OK， 分数是六十分。哎呀，刚刚开始而已，第一回合也 OK， 让他们乐一下 OK。因为下来呢，我们还有两个回合嘛，也会是挺关键的啦 OK。广告之后再进行，我们待会儿见。每天不停的劳劳碌碌，您最想要什么？我要。旅游询问详情，6532-0532。